大家好，我是 Another Watch Magazine 的 Louis， 今次就带了一批 Hamilton Jazzmaster Performer 的手表给大家看。其实这个 Performer 系列是 Hamilton 的一个全新系列来的，之前都没有推出过，今次就一次过推出了11款，分别是34、38和 42mm 的款式。34和38就是自动上链的三针款式，而42就是自动上链的计时款式来的。计时款式是用 H31 自动机芯，有计时功能之余有60小时的动力储存，另外就配备了 Leverchrome 的摆轮游丝，咁可以令隻錶嘅防持效能咧更加高。計時款式咧有兩個顏色嘅，一個藍色，一個黑色。咁藍色咧就係用一個不鏽鋼嘅錶圈，又刻咗一啲測速計刻度喺度。咁而黑色嗰款咧就用翻一個黑色嘅錶圈嘅。個歐陸上高其實藍色咧個復古味更加重啲，而黑色咧就會比較 trendy 啲啦，比較新潮少少嘅款式啦。另外計時咧亦都有個導金殼嘅款式，咁就襯一個白色嘅錶面。咁而 38mm 咧係一個自動款，咁自動款38其實你當男女皆宜啦，男仔都戴得好睇。咁而34我就自己個人覺得就會比較偏向女裝款多啲。今次喺呢度睇到咧就有藍色面同埋黑色面兩款嘅，藍色面咧就同樣地係用一個不鏽鋼嘅錶圈。而黑色面咧就襯翻一個黑色嘅錶圈咁樣嘅。如果係三針款式嘅 34mm， 大概定價係8000多元啦。咁而 chronograph 咧就睇唔同嘅材質同埋睇款式啦。咁大概就係17000多去到18000多之間啦。咁有鋼帶有皮帶兩個唔同嘅錶帶選擇。我諗大家都應該總會覺得有一個款你會喜歡啩。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喜歡呢個藍面嘅，因為個藍面第一嗰、那個復古味都幾好睇啊，望落去。第二就係相對地，而家啲錶圈都好少用不鏽鋼款，多數都係有啲顏色嘅錶圈。咁我自己都覺得呢個不鏽鋼錶圈幾好睇。睇完呢幾隻錶之後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特別中意邊一個款式呢？歡迎隨時留言俾我哋啊！如果你喜歡呢條片，麻煩你 like、share 同 comments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